你第一次吃芙蓉便当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一定吃不完的啊！这里要，这个不要啊！这个，再小心一点。现在呢？小心一点，是吧？你要放着就要放着。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都吃呀。你看你自己的能不能吃完？吃完上你就去挑战大二了。有没有好吃吗？你有没有把握把这个便当吃完？有，厉害。我们还是我自己再去买。怎么样？还太喘了，算了。你有点不想吃了，好啊，那你把布丁巴吃掉，那豆浆不吃掉，好啊，放下去，好吧，吃掉。你把这布丁巴你最爱吃的先吃掉。刚过，刚才我在赶。你肚子这么饿啊？有没有？你挖一些饭过来。妈咪，妈咪。你不要什么不要好，那我可以帮你这边饭碗好了。不要，你饭要给爸爸吗？不要，好，那你自己吃最好。小气鬼，那姐姐你饭给我好不好？我也不要，我帮你夹。不要，你看你看，什么东西？对面那边有的，再给我一箱哦。嗯，给你一箱。对面那边全部来了，来不来？是不是啊？不来都没事。那边的还在，现在。妈，你不要吵我。我吵你了。我刚才有咬啊。哈哈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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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成熟了？我怎么你带给别人家？有啊。姐姐饭要给我，姐姐饭给我好了，好不好？两边饭要给我，爸爸挖。好。啊，这是菜你要吗？不要，那我把这边挖走。那换妹妹的，妹妹，你两边饭不吃的给我，都不吃呀，还是都不给我？好、啊，妹妹太厉害了，妹妹想要把那碗饭吃完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些饭。你不要那个菜哈、啊。不要菜要给爸爸哦。我帮你好了，给妈妈。好，来给妈妈来，妈妈来装装这饭。我找我不方便。考古学家挖便当。考古便当。妈妈，我不喜欢卤蛋。好，那你把卤蛋吃完。你的香肠给我加吗？喜欢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